좋아요. 또 좋아. 좋습니다. 네, 이메일 감군. 깜놀라요. 이연치나. 平時屋企都係咁噶啦，啊！我做女啊！你係女定我係女啊？我係女，我係觀眾啊！我係女，我係女，你係女，我係女啊！我係女，我係女啊！OK，係咪應該咁啊？係。 哎呀，好貴喎！你做啲assessment，你翻轉嘅。我估到，你長頭髮，我估到，你估到咪做咯？你估到，你估到，唔好講出嚟。但你長頭髮應該你女啊嘛。 哇！喂，等你喂，打質做打質做，佢兩個睇唔到，兩個女啲係啊，邊個字㗎？三個，佢哋好似同一個性別咁樣，邊個係女？好亂啊！好亂啊！ 好亂啊！好亂啊！咁錯曬而家，唔係情緒轉變冇做得好清楚。佢本來係男嘅，後屘變翻個女。係女係女，你接嗱，你接我又。你咁接嗱啲話，個樣一嚟就女嚟噶咯，你係。三門，我係三門。三阿姐，邊個？我係仔咯。我係仔啊！你咁咪點解你？點解你係仔？你有冇見我女冇頭髮㗎？ 紅磡嘅香港精神啦！紅磡咧有個藝術家喎，可以突破相片平面限制，砌出一個個立體嘅畫面㗎！哇，佢攞過好多獎添啊！一齊睇下。 我係 Ron Song， 而家咧係做緊跨媒體嘅攝影藝術。其實 photo mode 係用相片做出嚟嘅 3D 立體模型啦。 因為其實之前喺外國生活咗好長嘅時間啦，亦都去咗40幾個國家旅遊攝影。因為去咗其他國家咧，翻轉頭睇係香港好多地方自己都未去過嘅，先至發現其實自己一路生活嘅地方係點樣唔同。
香港一個特別之處就係因為佢好細，所以我哋係企喺任何一個位置，視覺上都好豐富。例如香港會有當鋪啊，有一啲舊式嘅用手寫招牌嘅理髮店啊，所以我就將呢啲唔同嘅元素影咗相，將佢濃縮埋，做一個迷你嘅香港。我比較喜歡影生活上嘅細節，呢啲嘢其實都係大家會忽略咗，但係大家都係最有同感、最有共鳴嘅。我覺得香港精神咧就係靈活變通。睇更多 TVB 精彩節目，歡迎詢問各電視平台訂購優惠1877-893-8888。